当时在体检选拔航天员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对这个职业充满着神秘感，也不知道这航天员这个要学啥要干啥，就知道他要上太空，就知道他的标准很高，那没想到一体检一选拔，我还是都挺好。呵呵，等到火箭一关机，这种推力一消失，什么感觉呢？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我屁股后边咣一脚，一脚之后把我从正面一下子踢到反过来，完了之后就悬在那儿了。在地面训练的时候，力大无穷，两臂一晃超过常人的力量。到了天上这么一拉，发现不好使，这个拉不过这个舱门，舱门的力量比我大。虽然之前有经验，但是我也期盼着能够再次为了祖国去出征太空。回家跟家里商量，家里其实也不同意，他们觉得航天太危险了。我爸开玩笑的说：“你在地球上飞一飞就行了，你跑到地球外面多危险啊！”带美颜的功能，太空里面因为失重的原因，它所有东西都是往上的，包括你们的皮肤。我们开玩笑的是说，就像是人这个皮肤做拉皮儿一样的，就整个的你的眼睛啊，你的皮肤啊，你所有的这些都是往上走的。非常热爱我的飞行事业，能够投身到祖国载人航天事业，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争取去尝试。经过了层层选拔，最终也进入到我们航天员队伍。为我这个太空梦想也奋斗了11年，已经做好了各方面准备，现在对于任务呢也是信心满满。我也想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，好好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。我想说说谁，我没航天梦。当我被选入了航天大队，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航天员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相信我现在就是航天员了。我都不敢相信未来我要上太空。我们国家的这种强大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搭建的这种平台，给我们每一个人营造的这种机遇，才造就了我们个人的这种梦想。在发射的那一刻，脑海里只有6个字：责任和使命。